哈喽，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好大师为您带来的三好课堂啊。那么今天给大家这个三好课堂带来的是关于最近基辅特锦赛大家很关心的这个瑞士轮的一个赛制。呃，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观众因为这个瑞士轮是临时改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很多人也是觉得很迷惑。呃，这里一个简单的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希望这一期视频呢能够对大家呢有所帮助啊。那我们这里这个突然间发现这个。 名字写的有点靠靠下了啊，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作图工具我还是非常熟练的，对吧？好了，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下瑞士轮，它是一个小组赛的模式。如果你经常去有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这个竞技活动的话，有可能会接触过。但是呢，这个用在电竞，尤其是刀塔，好像是第一次。所以这里呢，我们来给大家去简单的讲解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比赛一共是十六支队伍啊，一共是十六支队伍来参加。 那么这个十六支队伍当中，呃，算了，我们这里直接把它给删掉啊。那么这十六支队伍当中呢，第一轮比赛啊，第一轮比赛，第一轮比赛呢会变成一个八对八。那么这个所谓的八对八呢，就是一共是八个八组比赛。那么八组比赛的话呢，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出现。 呃，就是一定会出现八支队伍是一比零，对吧？这个结果就是一定会出现一个八支队伍是一比零，然后呢，还有八支队伍呢是零比一，对吧？这个是第一轮比赛。第一轮比赛结束以后，那么第二轮比赛，第二轮比赛的这个比赛的模式呢是这个一比零的队伍啊，一比零的队伍来对战，也就是说有四组比赛。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用这个，对吧？那么这样。 这个是第一组获胜的队伍，那么第一组获胜的队伍呢，去对战这个，同样啊，同样第一组获胜的队伍，那么它的结果，那它的结果就一定会出现的这么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会出现一些二比零的，啊，一定会出现一个二比零的，还有会出现一些一比一的，对吧？呃，同样，那么失败的一方啊，失败的一方。 去对战这个失败的一方，那么它的结果也一样，一定会出现一个零比二的，对吧？零比二的和一比一的。那么这样的话的一个结果就会变成，呃，这里忘了关这个弹幕了，抱歉，那们把这个弹幕关一下。呃，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出现了，以后呢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为什么一定是这样？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明白，因为第一组是八对八嘛，然后所以呢。 这个是四个获胜的队伍对战四个获胜的队伍，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会有四支队伍是二比零，有四支队伍是一比一。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啊，这个应该不难。那么这里也同样是四个，那么最终的结果也一样是四个零比二的队伍和四个一比一的队伍。这个是第二轮，呃，那么第三轮的比赛，第三轮的比赛呢就比较有意思啦。第三轮的比赛呢就是零比二比零的这个四支队伍呢和这个。 呃，二比零的队伍呢，去进行一个对战，那么也就是这样，啊，还是那么获胜的一方呢，就是二比零的队伍去对战，同样是二比零的队伍，那么它的结果呢，就一定会出现。那当然了、啊，这个队伍就会少一些，因为一共就是一共就四支队伍，所以我们这里一共就只有两个，对吧？这个二比零的就只有两个，呃，一边是只有两个。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一定会出现的结果就是二比，出现先先画三比零吧，一定会出现三比零的两支队伍和二比一的两支队伍，啊，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理解吧？我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呃，同样的，然后呢，这个获胜的说完了，那么之前打成一比一平的这个队伍，对吧？那么一比一平的队伍要去相互的去。 呃，战斗一下，对吧？一比一平的队伍，那么相互去战斗一下，他们的结果呢，就是一定会出现。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一比一平的队伍是几支啊？一比一平的队伍，因为这儿有四支，这儿有四支，所以加起来一共是八支队伍。那么他在这儿在对战的时候呢，那等于是四支队伍对战四支队伍，最终的结果呢，一定会出现的就是有四支队伍是，呃，二比一，对吧？有另外四支队伍呢是一比二。 这是一定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同样，这个也是四支队伍，这里也是四支队伍，而这里呢只有两支。还有一个第三轮的比赛呢，要稍微复杂一点。那么这里还会有一些失败的，对吧？那么前两场是零比二输掉的这个队伍，那么去对战这个输掉的队伍，对吧？那么它的这个数量呢，应该也是呃两，这里也是两支队伍，这里也是两支队伍，对吧？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正好是十六支。 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一定会出现两支队伍是零比三的一个比分啊，这一共是两支。那么另外另外的这个队伍呢，另外两支队伍呢会出现是一个一比二的比分。那么这里也是两支啊。那么这样的话，在第四轮比赛的时候就会比较复杂了。第四轮的比赛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第四轮比赛我们现在注意看，就是三比零的队伍和零比三的队伍他们是不用打的了。 就这两这个部分的队伍是已经确定下来的，这两支队伍和这两支队伍就已经不用再打了，因为他们的成绩已经确定下来了。那么剩下要处理的就是这些，呃，二比一的队伍，二比一的队伍和一比二的队伍，二比一和一比二的队伍呢，总体的数量呢比较多。那么一比二的队伍呢是有六支，二比一的队伍也是六支，所以第三轮的话呢，还要再去进行一个对战啊、呃。那么就同样是这个。 二比一的队伍，我们这里就是稍微高兴一点啊，稍微呃这样吧。这个是二比一的队伍啊，这个这个大家都比较都比较努认真啊，那么都比较认真。那么这个队伍的数量呢，大可以在这里统计一下，这里是四支队伍，对吧？二比一的队伍是四支，那么这里呢是两支，也就是六支队伍啊。那么也就是说，一边是分三个。 一边是分三个，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定会有三支队伍呢，成绩变成一个，呃，三比一，啊，它一定会有三支队伍变成三比一，然后呢，还会有三支队伍变成二比二，对吧？这个应该大家都没问题。那么还有剩下的那些队伍呢，他们就是，呃。 呃，一比二的队伍对吧？一比二的队伍，队伍他们也是要去进行一个对战，啊，一比二的队伍，他们去进行对战的结果呢，也是一样，还是一边三支啊？因为可以从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能看到，对吧？这里一比二的队伍，这儿有四支，这儿有两支，加起来就是是六支，六支呢这样的话就是三对三，那么出现的结果呢也是一样，那么一定会有三支队伍出现这个，呃，写错。了。 一定会有三支队伍出现一比三的情况，那么也一定会有三支队伍出现二比二的情况，啊，那么这样同样是三支，啊，同样是三支。那么最终在决出这个比分来以后呢，是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在进入到淘,淘汰赛阶段以后，它到底会对这个比赛产生什么影响？那么淘汰赛的这个、呃、怎么去去怎么去来进行排序呢？其实很简单，到了这个淘汰淘汰赛环节呢，就会变成这样。那也就是说，这个三比零的队伍，对吧？他手握的这个比分是三比零的队伍，三比零的队伍去对战这个零比三的队伍。 三比零的去对战零比三的，然后呢，二三比一的队伍，啊、呃，这个是三比一的队伍，因为这个是等于是进行第四轮的队伍，三比一的队伍，他去对战，呃，这个他去对战一比三的队伍，然后呢，最终的就是一个结果的就是这些二比二的去对战。 剩下的二比二的，那我们可以最终的看一下这个对战的一个比赛的，就是最终的一个队伍的一个数量。那么在淘汰赛阶段，三比零和零比三的这个队伍都是各有两支，对吧？他们是各有两支。那么三比一的队伍和一比三的队伍有多少支呢？三比一的队伍最终是有三支，一比三的也是三支。那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战。那么二比零呃，二比二的这个队伍这里写错了，抱歉，这里写错了。 我们这个画图工具一向用的都是很娴熟的，对吧？这个我就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呃，那么二比二的队伍有几支呢？一样，同样都是三支。那么它的淘汰赛的分组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是淘汰赛的啊，当然这个是淘汰赛的一个分组，跟咱们这个小组赛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小组赛的一个方式就是所谓的这个瑞士轮，其实也就是现在上面我给大家画出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对于 队伍来说，这样的一个分组方式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避免强队之间过早去接触。大家可以从这个淘汰赛的环节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最强的队去打最弱的队。当然，这个是根据小组赛成成绩而定。呃，因为最强的队伍，他是三场比赛打完，证明我的实力。OK，我是最强的，对吧？我就不用再打第四轮了，我可以少打一轮比赛。最弱的队伍也是很自豪的证明自己，我是最弱的，对吧？我是最弱的，我就打三轮比赛，我不打了。 那么，所有的这些有赢有输的这些队伍呢，他们将会在这个第四轮比赛最终决出一个排名来。那么，在这些队伍里面，赢了三场、输一场的，去欺负这些只赢了一场、输了三场的队伍。那么，最终这些两胜两负的队伍，那么将会进行一个角逐。像这种赛制的比赛，对于队员和这个领队以及在比赛过程当中对于赛程的一个安排来说。 呃，对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当你在拿到二比零的比分以后，那么所有的队伍肯定都希望我赶紧再去赢一场，但是让你获胜的概率还是只有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他这个赛制在小组赛的时候，对于以队伍最大的影响就是你每一轮所面临的对对手，能够让你获胜的几率都是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在小组赛的时候尽最大可能的公平，然后在小组赛最大可能公平的基础之上，在淘汰赛进行一个最大可能的不公平，是这个瑞士轮以及配合咱们这个淘汰赛的模式所采取的这最终达到的一个结果，啊，好了，希望今天的这一期三好课堂对大家有所帮助，我就不再添加这个片尾了。那么希望看完了以后大家可以明白。那么今天这场节目就给大家说到这里，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我是三好大叔，我们明天见。